我遇过，我觉得最好笑、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因为苏翔的那个 email 回复回去会显示 Sean 嘛，就是苏翔的英文名字嘛。然后，但我的信件回复我都会写说、啊、我是鸟屎的助理，我叫老王这样子。但是他每次那个人每次回我都会说好的，谢谢你 Sean。我想说，对，他连后来我好像还有跟他们接触到，就有 line 什么的，然后他也是回说，好，那详细时间我再跟向确认哦。我想说，哇，丢西向，然后到后来，到后来就是比较需要比较快速的接洽，然后有加 line 了。我的 line 的名字也是大老王，但是还有就是说还是叫我抬头也是一开始就说嗨嗨叉叉叉，你好，我是老王，我是鸟神助理。然后说哦，你就是向对吧？后来也是会一直。密我的时候也是像，不好意思，下午打扰了，什么什么，我真的不是像，傻眼。但我也没，我也没，就是阻止他继续叫我像，就别阻止了吧，他们一定有很多事情焦头烂额，没时间注意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知道他在跟我说话就好。